天给大家表演段魔术啊。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0余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、居家风水布局、灵符法师。道长微信：20882988。哎呦，我们先新建一个合成啊，都调好，然后点确定，然后导入我们之前所拍的素材。我们这个素材呢，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要拍两段，一段是带人的，一段是空镜，啊，这个两段素材在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机位和角度都是不能变的。好，我们把这两段都拉下来，放在我们的合成里，人的在这个空镜的上面，啊，好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两件事，一个是给带人的这个画一个遮罩，我们再给他画一个遮罩。好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呢，背景这个暂时就不用管。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找到我们的人说停的那一块，找到停，然后在这里给这个空镜复制一层 ，Ctrl+D 复制一层，啊，复制两层吧。至于为什么复制两层那一块，大家就知道了。在这里，我们都给它把前面的截掉，然后。给他的小眼睛先关掉，给上面这一个空镜加一个冻结针，这就是第二个重要的点，在时间冻结针。好，这样我们在这儿就把后面的背景停住了。我们再找到说动的时候，哎，他在这里说动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把刚才复制的好的第二层挪到这个说动的地方，好，也贴好。这样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时间静止的效果。我们把出入点打好，前面的一些不需要的就可以直接删掉，把出入点打好就可以预览了。哎，停。哎，动。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如之和，收看我们的其他节目。如果你有想拍但是不会拍的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里了。